我们公司有一两百人，一两百，光施工的人有一两百。对对对，农村就是这样，就是，就是你看他这个有一点点争执，我也不好意思给你们照了，这样不好看。要不要老师？好的好的，瑞希，你关注了没有？我已经给你回关了啊。你是哪里的，瑞希？你老家在哪？你老家在哪里？该手头了，他轮不到我手头哈。轮不到俺手头。俺大儿子叫俺大儿子好好的挖。哦，你说这个挖机的是你大儿子吗？你看一下这个是不是大儿子？那个唐唐是不是你妈？唐唐，他说叫我大儿子好好挖。他说你邀他了是不是？周口来不来？可以的，如果近的话可以的，两家以上我们都去啊。太少的话，到时候给你加那个不行。你看谁和他打人了？这个汤汤，谢谢伟哥的关注，谢谢38G大哥伟哥的关注啊。哦，那个敬以致远，那个我回关你这个下播再跟你说啊。这个直播的时候不可以聊这个话题哦。哦，您那个瑞希，你是鲁豫宣武那边？俺去啊，那边也有工地。好的，好的。哦，那个吴老总，我们装修有的，现在你都可以关注我，你关注我了以后，到时候下播再聊，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聊这个话题哈，没有办法聊，所以下播再聊。其实搁这农村也挺好的，你看，这种一点小菜儿，你看人家种这个小菜儿真长得鲜人，我自己的地比这还大了，我没种出来。一个小香菜，然后它那个还有，这个菜长得特别好。等一会儿我们那个开完工了以后就去了，现在还没有开完工嘞哈。谢谢博硕老妹儿啊。我们什么都有，这个7862我们专业团队，你说我们有没有？我们什么都有，怎么可能没有？我们公司什么都是专业的，我们公司总共是从大宝转型过来的，你说咋可能没有？嗯，不光有还是非常有。哎呀，从设计到施工他们啥都有。对对对，咦，这种一颗辣椒吃不完，种一颗辣椒吃不完。这小菜长得鲜人的很，你看，真好。啊，这个生菜，对，都有着。今天去吃哈，如果你是我的粉丝的话，等会儿去吃的时候打个招呼，碰见我了哈。还是喜欢对面的那个。套别墅又大又好，你说的这一套是吧？早上好，玉妹妹，早上好。哦，咦，这个姨那家种，
好的很，我就说你这菜种的咋那好哎？你那个你那个是自己宰的吗？啊，这个就是那种，这个就是那个花菜的苗吧？这个是啊？这是菌子血烂。这叫菌子血，这是啥？这菌子血烂。这个就是那。正好正常，给个棒子，炒的菜。哦，那种就是那种给那长得给菜菜上那样的。对对对。你咋种出来？这个是不是也得移栽？啊，还没栽的。嗯，我有一块小院，有那大，然后我没有种，我没时间弄。我栽，我那是菜菜。哪一个？因为那个是菜菜吗？是，我菜菜，我这是菜菜。等我哪一天，等我下班了，下来我跑你这儿要点苗子，我回家栽栽咋样？管，这些都是菜菜吗？这是菜菜。这个菜菜啥时候种啊？你要有地，这我都管栽；你要没地，管天也管栽。那菜菜，人冬天你不，它不下霜都打死了吗？那不要紧，它到十来月来管栽了。菜菜不就是咱夏春天吃的那个春笋一样的吗？是好多年头。哦，它不会打死吗？冬天下雪的时候。咦，那可以啊！这个是不是春菜？这个。这个是那个那。啥？油麦菜，是油麦菜。油麦菜咋是这样的叶？油麦菜不是长的那种吗？油麦菜这是跟那个是那个线的。不是这种油麦菜的话，它可以那的吗？就是可以移栽不？你看见移栽，我是移栽的。这个吧，你说没好多年了，要逢年吃完，好多年吃，早上也得吃完。嗯，你咋那会种菜？我那小片地都没种成。哎呀，我也是的。我大概有多大一块地哈？我的那个地大概有，没有，有四个平方，有六个平方估计，就给那个两张大床堆到一块那大上。现在我种的啥也不是。那你要管呢，要管好管，这个娃娃菜，都好了，我都喂苗了，我养的。这个永然是娃娃菜，就那长得跟那小包菜那样。那娃娃菜结了白绳，它不包菜，就是长得喂苗了。它不可以移栽吗？你看你种的那香菜长多好，我，哎，你别气我了，俺都花的钱买的菜，买的难看难吃的样样，还都是不好的。我也刚开始长得太多了，我那时候没搁家。管没事儿，用啥个？这种好了摘回家的话，要是明年它就是今年冬天它不死。冬天都长它都管吃了。就这个是吧？这一摘是吧？管不是的，它这样摘出来的长出来好看。你看，要像是现在我那小院哈，就是因为它是空地。如果说要种这种花菜种满了话，我那小院这个可漂亮了现在。这娘们儿又逗她大姨们儿，没有啥见了男的走不动，你有毛病吧？这人家这个是大姨，哪个见了男的走不动了？真是。走啊，走啊。嗯，关大爷，到闲了我再来哈。好嘞。嗯，可以，谢谢你了哈。这是不到我们南环狮子桥了吗？对呀，是的，是的，暴龙哥，是的，就在南环狮子桥。南环狮子桥，给我打开一个，我也想喝。你吃完了我咋喝啊？我没病啊。我吹的，我不是吐的呀。会说话了，很这娘们儿。让他几个姐妹，你不行吗？去，我给你。都去哈。那个玉妹妹，今儿个这个工地是联排别墅开工了，你今儿个来？是，这彭老板看我打你几个蛋没？我三个月上午啊。彭老板，你今儿个在听一场呢？上午三个月。今儿个不去这拉上三个月。不是的，我感觉张三弄的桌应该没你请了。哎，你说张，今儿晚上你得安排，不是今儿。晚上不安排，就上午安排那。上午安排你鬼妹子上午。上午三个月。张三这边，张三这边不去了，去你那边。哼。这是准备给谁建房？这张家嘞，张家张福哈。这挖不到人儿，这挖不到人。把这几个美女介绍认识一下。好嘞，这个大家认识一下，这是小草，我们家的小草。这个是锦夏，这是俺那那个。业务经理，都是业务经理。这个是平平，这个是大美女李娜。知道我名了？我知道你的名，我叫你向你自己介绍一下嘞。
这个也是俺的业务经理，这个是张志民，大家应该都认识。你们这是选煤的吗？问你是俺不煤，俺不来哈，不就不找。这位就是俺的老板，你看老板长得帅的话，他招了员工长不起了，咱赶紧给他住到一块儿，有点没面子。这个是俺的副董涛，双涛。不敢。这个是俺的。